下来请继续收看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，我们来看今天台北股市啊，今天台北股市小跌收点啊，成交还是有千亿以上。我们来看台北股市的 K 线哈，那今天有两条线，这条黄色是月线，绿色是季线。目前月线、季线都还是同步，还是翻阳，还是向上的哈，格局没有改变。短多就请你看月线，中多请你看季线。当这两条线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，请你不要预设立场。这就是台北股市。台北股市大概这样看就可以了。那我常常提到就是说大盘仅供参考，那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大盘台北股市也有回档也有回撤的同时，那如果在回档回撤的同时，如果你选择是好的标的，你不用怕，你仔细看台北股市，它是有回档回撤的那个同时，如果你买到是好的标的，你不用怕。我讲多久了，我们再看一下台北股市它这一定会有一些变化的那个同时，但是如果你挑到是一档好的标的、好的股票，你真的不用怕。你会发现趋势没有改变，今天再创新高。那我也说明过了哈，一家公司一档股票，它在关键的年度它出现重大的转机，就如同这股票。同学，今年它非常大，它还有非常大的机会，电动车的电子。那当有它有转机的同时，那当然股价就会用力的涨，就如同康控一样，意思都一样。你有出现有机会的同时，它是什么？它是苹果独家的防水。在行情的推升的过程当中，如果你看得非常的短，你仔细看这一段中间它都有震荡期间，它一定都有所谓震荡期间。那在震荡过程当中，你受得了受不了？每个人对于震荡的那个过程的忍受度不一样。你能忍得过去这一段，你赚得到。就如同我们家的日子一样，都一样，它中间一定都会有所谓的顺向性的拉回修正。只是说有些股票它顺向性修正，它是回撤月线它就上，将近回撤月线它就会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股票叫什么？叫迅德就不一样。迅德这一条绿色是什么？季线，它回撤季线就上，回撤季线。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家的股票，我都是一定有预告，我一定有跟你预告。而且我们家的股票是比较特别，跟别的地方，因为你要看他台，很多投资朋友会常问来问于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发现你的股票跟当下有时候并没有那么的贴切，那么吻合，好像别人都会有当下最流行的股票，最流行。那你近期你怎么看节目？一定都是讲 MOSFET， 都一定都是讲这一些，一定不是讲大中，不然就讲富鼎。”不然就是讲尼克森。那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说讲这些股票的老师，他当下不见得会有预告，但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每个人都买在同一个位置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某些股票买在同的那一个位置，那我不禁要问，怎么会那么刚好每个人都买同一个位置，卖的时候呢又不交代？所以有时候你会有这种疑思，就是说那到底参加为什么会落差那么大？你是聪明人，你常来收看于老师的节目，我说我们家的东西是百分之百实际上的操作，而且重点，我家的东西我们一定有预告，一定有字卡，预告加上字卡。那昨天预告哪一档股票？这是昨天在节目当中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
昨天你有看到这档股票，说它是苹果无线充电，苹果无线充电，台股哦，台股唯一独家的供应链。你昨天看到就是这张字卡，你昨天看到就是这张字卡，你昨天看到就是这一张字卡。我昨天也跟你分享我的看法，我说它第三季单季，第三季的单季，黄色的荧光笔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谢谢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，它是创了九年来的新高。那我也跟你分享说，它九月份九月单月的营收创了108个月的新高。那聪明的你，你应该猜得到。我们定格在这个画面，我们定格在这个画面。其实导播很厉害哦。其实观众朋友，昨天你也是用这种方式把它定格下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四个数字已经漏两个数字给你看了。我说我每次在节目上，我很怕你猜错，四个号码，前面两个号码53，我今天跟你讲，然后后面剩99个号码，你自己慢慢猜，你慢慢猜，那你有没有猜到？给我全图，谢谢。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猜到？我说外资为什么只进不出？外资为什么只进不出？而且技术层面来看的话，它已经收敛，收敛的末端，收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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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买在收敛突破，突破，突破，突破的第一个位置。那我要交代一下，我们家都是叫定高基，定高基的操作，它的风险真的很大，很大，很大，非常大，多大？5%到10%。老师，你们讲错。5%到10%风险很低啊，很低啊，怎么会大呢？我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有曾经参加过别人的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知道了。买股票也不是买一档、两档、三档，哼，最起码5档到10档，每天都在买新的股票。我没乱讲话，你过去参加的，你是不是把自己搞得很紧张？把你自己搞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，每天都在做股票，每天都在买股票，每天都在买新的股票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那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，你过去这样做的，你过去这么做的，不要讲翻几倍，你有没有翻1倍以上的？你自己扪心自问，你弄得很复杂，搞得很累，每天开盘，尤其开盘9点到10点，每天都一定会扣股票，每天都会扣股票，而且是扣买最新的。你有赚过钱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重压，你只是拿你资金部分去买那一档股票。即便你买到今天它涨停板亮灯，那又如何？那又如何？那没有用啊。那你看我节目，你只要看超过1个月以上，我请问各位，这不过才1个半月的时间，你来看这张股票，你有没有发现非常神奇？我讲多久了？它还是创，今天还是创历史新高哦，48.8块。那我们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再看一遍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很关键，很关键，很关键。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跟你分享我的看法？我还把这个图把它改成成交量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说我把它改成这个量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没有印象？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而且这一天我跟你讲，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一样的，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一样之外，也跟这个位置是一样的。那如果在这个位置，你懂的话，你懂的话，是不是可以先赚这一段？那我们再盖起来，相对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在跟你分享？有，我一定有跟你讲，你可以去看，是不是又超过10块？那为什么那么神奇？我可以在这个位置，10月18号，我没有明着跟你讲，我10月18号，你是观众朋友，我10月18号没有在节目上公开明着跟你讲我的看法，每个人都可以来找我。你讲的要求我都做得到，这明着讲哦。那为什么我没有去介绍别的股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做我熟悉的股票啊。我说一个再厉害的分析师，他不可能1700档股票每一档他都很熟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
你只要好，你只要有那个心，你相信我的，你会发现我每次都来拢是给你报好康。这个位置40块到今天48.8，48.8，请问你有感觉吗？你一定没感觉，甚至你会跟我讲说：“老师，这我不敢买。”老师，你30几块，31.9，32.33，34.35，我都在看。老师，我真的都有在看。老师，现在48.8了，还能买吗？还能买吗？当然，我不会叫你去追，我不会叫你去追。但是如果你是我的会员朋友，我要问我的会员朋友，我要问我的会员朋友，我们后面还没再买，我只问这个问题，我后面有没有继续买？有，创新高有没有赚钱？还是赚钱。但是后面买的我都有交代，我交代的很清楚。我说你前面这边没有买的，我说你前面这边没有买，我交代的非常清楚哦。我说前面没有买的，那在这个位置，你只要把风险设在 5%， 你把风险设定在 5%， 设定在 5%， 输就输 5%。 可是当机会来的时候，它是有机会可以涨10块钱的。我有朋友在收看我的节目，每一个会员朋友，我刚刚讲的哪一个是错的，哪一个是讲谎话的，退你3000倍会费，不啰嗦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是我个性。所以你看他台绝对没有人像我这样解盘的，没有，我解得非常的专业。可是专业没有用啊，专业没有用，来，这个市场不是比专业的。所以我说这档股票你有没有猜到？我连两个字53的53我都漏给你看了。哪一档股票？苹果独家。这一条蓝色线是平盘线，你今天有三个钟头，你昨天有猜到，同学你有没有猜到？53开头，53XX，53XX，你有没有猜到？你有没有猜到这档股票？基本面我也让你看了，技术面我也跟你分享了，连昨天的收盘价我都没遮啊，同学，我连昨天的收盘价成交量我都没遮啊，同学，那你有没有猜到？你有没有猜到？那你猜到你要敢买哦，你猜到你有三个钟头，你有三个钟头，你有三个钟头可以买，而且不好歉，不好意思，通通都是买在盘下，通通买在盘下。记住我讲的，我只要一开始推荐的股票，你开盘不用哈，不用刻意去追，你只要有盘下。你盘下敢买，我不跟你烧嗨，我不跟你烧嗨。那今天创新高，创什么新高？我们来看一下创什么新高。我跟大家看一下开的 K 线，今天的高已经过昨天的高，我们昨天买，今天再买，创新高，一定是通通赚钱。哪一档股票？5305，敦南，谢谢，给我圈图。你有没有跟着上车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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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，它是苹果官方认证，因为它是什么那个 Air Power， 就这个。我今天有带图片给各位看。如果你们近期去买 i8 Plus 或是 i10， 就是有这个新的 Air Power。都、就是这个物件，无线充电。无线充电其实本波段其实涨幅非常凶，包括 IC 设计里面有像迅捷、新唐，那电源管理像什么？像什么？乔威是不是大涨？那我选的是什么？是整流二极体最大，全世界第一大涨，全世界第一大厂，就是敦南。而且官方是苹果官方唯一认证的，就是敦南。当然你会发现最近这档股票也很强，有没有？台办也是做整流二极体的，那包括什么？强茂，你有没有发现都很强啊，都非常强。你要知道那个脉动，你就赚得到钱。但是我并没有去追强茂，我也没有再去买什么买台办，
我买刚刚突破的，而且是苹果官方认证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没有选台办？哎，我问各位，我还能买台办吗？同学，我还敢买台办吗？如果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这个位置你敢买吗？你敢不敢买？而且它也不是苹果官方认证的、啊。那文哥，你这边买的，我恭喜你哈！你这边买的那大赚，恭喜你。那你这边你敢买吗？你会买在这种位置吗？你会买这位置？那你心脏够强，哦？那我心脏没你那么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肩上背负的是所有的会员朋友辛苦的血汗钱，我不能开玩笑。因为任何人，每一个客户。每一个时间点来，我都想尽办法让你去重压。那重压一定要有一个原则，重压一定要有什么？要有基本面。有时候很特别，有时候看到别人在讲说，股票市场不用看基本面，不用看基本面。那我不怕不看基本面，那看什么？看什么？筹码？筹码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筹码算得出来吗？如果筹码可以算出来有几张，都是骗人的，那算不出来的啦。你去问那些大户，他连筹码几张他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可是各位看了他台，你就会发现很好笑，就有人会跟你讲说筹码有几张，筹码是算不出来的，绝对算不出来的。所以我很务实，我都跟你讲的是基本面。我都跟你讲，因为我当初有本事帮你挑到这个，我有本事在相对低，你有印象吧？你有没有印象？我什么时候推荐的？这个位置，我这边有位置有推荐。那后面你说老师啊，你后面这边都没有赚到，很抱歉，后面的每个月都有代表作，每个月我想尽办法让你去什么，找寻适合当下，你要跟我做啦。你要跟我做，那我今天还是会帮你一次，好不好？因为很多人没有这样做过，真的，很多人看我节目，可是很多人从来没有做过，真的，很多人没有尝试过，你都没有尝试过这种定高低吗？你没有试过吗？你没有试过，你可以来体验，我帮你一档换一档。什么叫一档换一档？我帮你一档换一档，你不用怕。你可以放心，我跟你任何一档股票，我说过，因为现阶段已经公布七八九，七月、八月、九月财报都公布了，那我也跟你分享我的看法，最近会飙的股票，绝对都是第三季营收爆冲的那些股票。我有没有在前天跟你分享这档股票？前天跟你分享的，你有没有印象？前天这个位置，我有没有跟你分享齐力新？你可以去看这一天是10月24号。我有没有在节目公开跟你讲我的看法？有没有？因为我跟你讲说，他的营收冲出来了，各位看得懂吧？4亿、8亿、9亿，跳到11亿，快12亿了。不要追喽，不要追喽，这个位置还 OK 哦。这个位置还 OK 哦，但是你明天你又要再去买更高，买更高，那就是风险了。这样你懂吗？你懂吗？你不要追，你只要记住，股票市场每天都有机会。你只要秉持一个原则，你买在相对突破的位置，你去买，你不用怕。有基本面的股票，就成了我昨天跟你讲的。昨天刚突破，所以我们昨天有布局，今天创新高，一定是赚钱的。你买在相对突破的位置，你看这样，你有没有看得懂？这样你看得懂，看不懂？看得懂吧？所以昨天买漂亮，今天有没有买？今天照样继续买，为什么？因为苹果独家。余老师买股票。我几乎都是买独门独家的股票，所以你会发现说，奇怪，老师节目上你讲了好多好多股票，很多股票好像一开始全市场都是你先讲，甚至没有人讲。你要来试试看，齁，那我再
帮你一次好不好？我帮你一次，你今天只要把电话拨通，试试看，试试看我的做法。我帮你一档换一档，一档换一档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来来来，我希望你来体验，体验什么？体验这个，体验这个，体验这个感觉。这个感觉叫定高机。到过年都是这么做，你就是全心全意重压某一只股票。你唯有如此才能够翻身翻倍，到过年都是这么操作，到过年只要188，到过年只要188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只有唯一，值得收藏。远雄的 One， 台湾最高68层顶级饭店豪邸，亚洲第一高私人会所高空公社，百年大景，世界尽收眼底。6星饭店服务，天空直送，尊荣独享。收藏 the One。唯一无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日值，好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图，打星星的地方我都有跟你推荐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创历史新高，今天再创历史新高，但是从我推荐的到今天48.8。明后天先不要追，好，先不要追。你可以买这种，可以买这个，可以买这个。我说过迅德，股本才5亿，它现挣3.5亿。那如果没有订单，为什么要扩厂、建厂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内幕的资讯最少几块钱？几个？几个？几个？会朋友知道，会朋友知道。好，那你想知道，那你要跟我同步。那我昨天推荐你买这一档，我昨天推荐你买这档是最新的，苹果独家无线充电，今天。创新高，创新高，一定叫做通通赚钱，通通赚钱，通通赚钱。你来跟玉老师操作，你来跟玉老师操作，因为我今天想要帮你，我今天想要帮你一档换一档，一档换一档。没有做过，打电话进来，我让你体验，我让你体验一次，我让你体验一次，把电话拨通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来来来，我希望你来体验，体验什么？体验这个，体验这个，体验这个感觉。这个感觉叫定高机。到过年都是这么做，你就是全心全意重压某一只股票。你唯有如此
才能够翻身翻倍。到过年都是这么操作，到过年只要188，到过年只要188，请你来电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Truth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，远雄左岸，57000坪水岸智慧造镇，远雄左岸桥串联1300公顷河滨美景，超越22座大安森林公园，全球第一，台湾唯一，远雄左岸。在生活中，有许多的病菌透过飞沫和手传播。喷嚏时用手帕掩口鼻，来不及可以衣袖代替，减少病菌散播。预防疾病传播，请注意咳嗽礼节，并保持手部清洁。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，要倒干净。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，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。花瓶底部、盆栽底盆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。不使用的水桶，记得倒至量干净。